继续开会哈。那等一下哈，那现场有庞廷喜啊，有左南区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哈，啊，领队姓名康文林哈，啊，大家鼓掌欢迎的哈。啊，继续市政执行，第一个发言吴明思议员，时间十五分钟。主席，啊，市长，咱事务团队，咱媒体小姐。啊！咱我敬爱的市民朋友吼，大家午安。来，迄个分局长先啊，叫入来一下，时间暂停一下。林分局长，来，那时间暂停了。那前镇分局长林新旺分局长，啊，来又来，半片啊，半片啊。来，先请坐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站起来。来，放相片来，好不好？来，那个市长嘛，你看清楚一下哈。好，来。哎，荷枪实弹的警察啦哈。啊，过来，后一张。哦，这几六十个。过来。拢这些个手枪，够枪王枪啊哈。佫炸枪王枪无翕到尔，过来。哦，任何角落都有便衣警察哈，过来。我只有坐人无，也是做咱挂香的款，要坐暗时去佚佗的款，来，过来有一张。哦，到处都是那个便衣刑警，来再来，在路口站岗，来再来。南茶汽车奥多麦拢爱南茶，牵后趟区拢爱掀起来看，搁无来搁阿伯，无安尼好。来，而且请教咱韩市长，你捌做过县议员，嘛捌做过立法委员，你看这个场面，这个状况，应该哪咪的特勤总队拿枪拢枪，拿手枪出来？你认为这是什么场面？较需要出动一两百个警察，包括警察中的警察、特勤中队，拢来出动。来，依照你的经验来看的话，来，主席麻烦市长回答一下。来，市长，等我。谢谢吴议员。谢谢吴议员指教。正常情况，因为一般市民的角度来判断嘛，这应该是什么较大案件？较大案件，啊，夜情这个是差不多啥？嗯，应该是什么重刑犯呐、啊？重刑犯呐、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个是什么重大案件呐、啊？重大案件。嘿，啊，个是对方有什么？武力嘛，一定是有武器嘛，吼、哦。嘿，可能恐怖分子炸弹来款呐，我咧想应该是安尼啦。嘿，来，请坐，市长，请坐来。看这个场面，我唔知道我当作宾拉登复活啊，走来咱台湾，我想拢无。我回想着较早过去吼，戒严时期，咧掠遐个政治犯啊，遐个台独分子啊，黑名单啊，彭明敏啊好啦吼，也是即卖民视的董事长，也是施明德，差不多即个场面尔。这毋是也恐怖分子啊！居然出现遮尔啊济人，我想拢无。来遮，我要请教咱前镇分局长，是啥物案件需要出动特勤中队，拿枪红枪，拿手枪？头拄啊，市长讲过哦，表示讲对方就是有武器。有炸弹的人，较需要出这个装备哦。啊，无你是安那含直升机唔出，装甲车唔出来。来，我简单答复一下，你有啥物案件来？拜托。来，分局长，等我来。哎，委员你好。哎，请讲。因为这件案子，我们接获了情资哦，因为是那个有一个一个通缉的一个。人哦，一个嫌疑人啊，我们必须哦要采取哦那个
把他带回来吼，那检察官要了解这个案情。还有通缉，靠通缉呗，那个区票你要通缉。来，你请坐。来，我请教你，分局长，你做警察做多久啊？来，你的资历。来，36年。我知影一个，吼。36年。36年了，对啊。36年拢做分局长了，对啊。拢做分局长。没有，很多职务。来，你讲啊。做什么职务？我从派出所长、警备队长、侦查队长。到副分局长，我中间还当过公关室主任。您请坐，我请教你一个问题。分局那通缉犯，你敢加了？通缉犯，你加了无？议长，麻烦分局长来，请等我来。就是了解，要是通缉身份的话，我们一定要逮捕。局长，这是。投票前一天，11月23日，我伫遐办一场说明会。既然出动1-200个警察，这就是代表啥？寒蝉效应，意图使人不当选，含警察局都配合落去，够恶质的真正。我有这伟大，爱出动冲锋枪。秋晴，只不过办一个说明会尔呢，我办150场说明会呀啦，有这尼啊严重？迄里个大路头中山路，1-200个警察，只要我去把阮一条，规个拢难查，佮甚至叫人拢袂来来参加，袂当来参加说明会，这根本就无政府意啊，这毋是意图影响选举。无得是啥？警察既然配合，你敢知影基站是偌个小呢？偌不准呢？莫名其妙，叫我来执行这个工课，人是一个机票，你说当作恐怖分子来处理，要升官就对了。你安尼规工，迄工啊，规个。迄群众安尼，大家惊吓，唔知影佮当作是戒严时期。时代够恶极了。你请坐啦，我来讲啊。你请坐啦，副局长。咱前阵一个通缉犯，走四单外。10月28日，立法院有立法委员质询，甲内政部长、甲警政署长质询，讲这個通缉犯既然无在条例，伊甲你做伙见你面120道，甚至这个人伫外口餐厅、海产店拢打卡。通缉的人有在调伫进驻伫人的竞选总部，负责文宣、操盘选举。你是哪唔敢你啊？佫较恶质，我听讲，讲啥物？前啊，法务部长邱泰山落台高雄佮做食饭，啊，这毋是无政府底啥？啊！这个人就甲你捧骨啊，刀面啊，你看袂下你啊！来，局长，麻烦分局长。来，请等我嘞。人拢甲我讲过啊啦。捧骨啊，刀面啊！这个人我不认识，这个人我真的不认识。我跟你演报告。不认识啊，对啊。唔捌你竞选总部拄到吗？高雄市大家都知啦，我咧讲啦。立法委员，伫内政委员会安尼质询都无在调，害我一个五名事，还搁伫高雄市议会搁讲一道，笑死人真正。啊那安尼，警察叫侬关关起来了啊，迄落开放 BOT 啦，真正啊，我家己先开一间啦，西甲分局啦。
这是很荒唐的，也很离谱的事情呢。通缉犯不敢抓，人这无通缉的，安尼配合演出，意图用拢来算计。投票前一天呢，也是死人真正。啊，是安尼，阁有遮济人要转给我，无相信司法嘛？21,872个人呢？你请坐。来，我要问警察局长。请教吼，局长，来请坐，我讲。我听讲最近有一部分局长要调动，敢有影？有无？来，就是一般。来，他有嘞。感谢我们议长啊，感谢吴议员。我们目前的调动啊，是还没有明朗，因为上层都还没有做调整，所以目前还没有。好，局长你请坐，辛苦。你好啦，我知啦。最近啦吼，阮前阵治安着红灯啦，咱报纸报甲达不了报啦，咱我伫阮武当联盟遐听议长咧讲啦，大家拢知啊。我希望啊，你这回分局长要调动，哦，阮林分局长先慢只调动的，老二啊，甲我做伙较久的，哦，我就近啦吼，就近啦监督，安尼做会到未？议长，来，等我嘞。阮的治安都无好啊，哦，是咪要予伊收尾嘛，予伊抢功嘛？谢谢议长，还有吴议长，有关。人事的调整啊，阮会去统筹，下去检讨。啊，议员的意见非常的好啊，阮会用这点重点来研究，因为这牵涉到阮顶管这些的人事调动调整。我已经禁开禁两个外月啊，我是拢袂讲的，真正。世间有这个代志发生，真正。我头下讲了，那像无政府共款的，足恶质的。给议员报告。阮的警力的调度，大部分吼，拢按照这代志的特殊性质来做一个衡量。啊，选举期间，阮所有的无啦，无必要出动，伊就枪空枪出来啦。这阮来，惊死人，搞到了大炮架出来。啊，这点啊，阮来检讨啊，每一项场合，阮来注意伊的性质，来调度合情合理的警力啊。局长，啊、这阮的，阮的以后检讨哈。谢谢。啊，局长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这通缉犯外久抓到？这通缉犯，阮已经成立专案，专伫咧查缉啊。查遮久诶。阮动用到啊，阮的刑逮，啊，搁警动用到刑事局的咱打，我们都结合起来，全力在查缉。迄拢唔敢抓啦，迄拢唔敢抓。我一定有决心个。局长，啊、这个通缉犯绝对唔敢抓啦。我一定会抓。我来报告啦，来，来，予市长道报一下来。来，市长等我来。谢谢委员。啊，你拄仔讲这吼、個，这个你选举时阵，遮侪警察去，我咧看法啦，歹势。嗯。啊，你嘛选调啊，无啥物特别意见，大家老百姓对你嘛遮听个，吼、哦，这第一点。委屈啦，委屈啦。我知影，这心理上问题，你嘛选调啊，吼。我觉得这选举遮侪这款的风波啦，我嘛拄着遮侪啊，所以说我感觉是不同状况。你这么选调，没有，无必要用这个手段啦。我这样，我来讲。第二，你就讲警力比例原则嘛。你感觉我遮侪人来抓一个人，敢有必要荷枪实弹？这是比例。你头一个讲选举敢有意图使人不当选，你这头一个问题嘛。第二是比例原则嘛。比例原则，都啊，警察局嘛讲啊，遮清楚，他们会去个案来检讨，会不会是警察力量的比例，敢是讲过重，还是过轻嘛？我是甲你报告，我咧看法啦。选煞咱着恭喜啊，嘛选调啊哈。第三，个案问题，请局长这边务必要让全高雄市的市民感觉，我们不是犯罪者的天堂。哦，你别说通缉犯底下拍拍照，对高雄市来讲是很大的奇耻大辱嘛。这个我交代警察局局长，一定要速查速办。第四，
治安刚有亮红灯，最近常常都有很多人讲，我们一定秉持的治安是重中之重，我们一定要给高雄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，在尤其在春节之前要列为重中之重，也请李局长责成所属所有警察同仁，大家辛苦一下，治安这一块一定要加强，这样看可以吗？好了，好，议员，我报告一下好不好？市长，全世界无遐离谱的一个通缉犯会当进驻伫竞选总部，负责文宣佮兼操盘，警察大家都知啦，无人敢我来甲抓啦。搞不好议长也知影啦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？议长，免笑，我知影可能按知影款啦，知影就好。来，局长你要讲啊，你讲啊。谢谢，谢谢议长，谢谢吴议员。啊，阮目前的治安吼，107年已经过去啊，所以阮就统计。107年全班刑案啊，比106年减7.18%就是全班的刑案减少很多，尤其是暴力案件已经下降很多。啊，特别个报告的，就是咱市长上任这20天啊，比也无上任头前20天啊减23件，全班刑案减23件，所以治安并无败坏啊，并无败坏。目前嘛，阮个全力啊，在拼治安啊，在打诈啊，这个查缉毒品、扫黑、肃枪啊，阮即摆拢全面啊，咧全面在扫荡我们辖内，稳定我们辖内的治安。因为阮即摆警力过了啊，过了，阮分几个专案组啊，全面在打击犯罪，阮一定会全力啊，维护我们高雄市的治安。啊，记得啊，我已经成立专案了哈、啊，已经动用到我们的精锐啊，我的精锐啊，你头先讲的哈、啊，我的霹雳的啊，我的特勤啊，甲我的刑大专案组专门在抓，啊，搁好刑事局配合啊，我刑事局配合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在抓这个通缉犯，我一定使命必达。局长，请坐啊，千万的记住了哈。警察不是对一个特定的政党的人的啦，啊，警察是全高雄市民的啦，不是特定对一个市长啊，对一个政党的啦，哈、啊。啊，即摆韩市长要做市长啊，我也希望恁较自爱。啊，你讲啥，大家拢知啦，对不对？啊，阮局长，你也较差不多，请离开啦，来啦，请离开啦。哦，我这好话歹话，我甲恁讲一遍啦，吼、哦，过去的。会安怎？会警察是怎？大家拢心知肚明啦。啊，我搁顶一遍，警察毋是对一个政党的，警察嘛毋是对一个市长的，警察保持中立，做恁应该做的工作就好。